这把是美国带回来的，好嘛？刚才警察说啊，有一个杀人逃犯就在我们附近，有什么事叫我？你听到没有，洛叔？ 你又乱讲了！我没有乱讲，你们都不相信我。杀人场在现在已逃往新店方向，警方已掌握有利线索，包围新店建国路一带。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新店建国路静安街巷内。人已太多，刚一开始发现人员还不正常。陈老师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自闭症？你问这干什么？我老弟啊，好像就有自闭症。 你是坏人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在打孩子。